我是刚刚那条党的110年，等一下，110年5月9号，特别捷运淡水新线建成站，这里19:18所拍摄时，开往淡水的高念线刚刚的时间是，有 C38 型。5258编组的高念线刚刚的是捷运列车，然后左边是开往大安，右边是开往淡水。关闭车门。开往淡水的高念线刚刚的是捷运列车。第一次哦，都是 C38 型，拜拜。然后下面一个马站门都是用不到激光片。好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再见。这边是建潭站，好，今天去40也是小逛一下。今天在松江南京的，然后没有在内湖。好，接下来这样子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